黄金光，春风得意好还亮，马上扬鞭龙驱赶，忽然间雪拥南关，马蹄寒，炎炎六月飞霜赶，定有奇冤雪下藏，明传怨灵暗查看，知有凡夫斩杀在山阳，心其安苦仍长，且待半官亲查杨头官，有此人来，将范夫人带上。朝爱归，把案情禀上。奉旨惊魂，离府再挂念。身沾重罪，辣手更狠心，蛇蝎红颜一碗羹汤有毒。曾定有归期，一别长悲隔一万月。哈哈，死而乡，怪不得你。人世呢，只为白发家姑
何惜二人，何以为生啊？愿做个卖花撩春娇娘。哦，好一句自作庄周妻，好一句甘为蔡翁妇。个熟啊得啊，贤良好君不见好宦官好宦官，只在孤孝心是孤中老，因何又会犯毒杀之罪呀？大人听啊，我手不归也有我。
今上啊看来你在夫死之后嘛，夫死之后嘛，夜漫漫，心焦红泪光，亲妻妻发危，怨人的问我手机场
葡萄中虽然有毒，你应害你家姑，因何又把张婆毒死呢？杨桃汤一言，我哋堂内全爹都是张婆食了。哦，原来如此。呢杨桃汤虽因手贱，是从方后卖来。是谁人所卖？那人在听。既然羹汤是丫鬟丽香所卖，
可曾敲门嚟向啊？未曾敲门。既然羹汤有毒，可又追问毒药来源？未有跟查。唉，张老儿既有逼嫁之心，当有仁善之人，又曾否提控谁下彩银啊？未曾提控。唉，你一不敲门嚟向，二不跟查毒药，三不提控淫秽。哎呀呀，莫不是你今作代罪呀、啊？愿唱，但我哎呀！